金溥聪一路替马英九披荆斩棘，成就每个阶段的历史使命，相知30年不能没有你。而宋楚瑜要一搏2012总统大选，十多年来历经高峰低潮全盛时期，但是近年来是声势逐渐下滑，子弟兵也是一一求去，唯独副主席张昭雄一路走来是始终相挺，就算曾对宋楚瑜投入2012保持反对意见，但是当宋楚瑜心意已决，张昭雄是依然选择力挺，不离不弃，始终是宋楚瑜最忠实的老战友。2000年创党尾牙同庆，清党这一家从人丁兴旺到勉力苦撑，现在面临存亡一战。宋楚瑜要力拼总统梦，宣布参选记者会上，却是他最激动。一张联署书，联署书呢是几代情，这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。小水龙头没开，反倒是来背书的张昭雄哽咽起来。其实这次宋楚瑜投入2012，张昭雄曾经劝他放弃，一口气不值得赔上政治生命。但当宋楚瑜下定决心，张昭雄还是站出来力挺老战友的梦想。因为从12年前接受副手邀约那天起，张昭雄就知道宋楚瑜值得两肋插刀。宋先据说在车上去接他的时候，还跟他讲了一句话说：“哎。”他说：“张校长，你不要客气，如果现在要后悔还来得及。”我自己今天早上才好奇，想了解张校长，您是哪一个党的？有没有参加任何政党？我是无党籍。是一个很急性子的湖南骡子，是啊。第二个，他很多的事情他看得比较广，比较的远。那第二个呢，他执行能力是很强。很多人好奇，没有政治背景，从医大半辈子的张昭雄怎么会和宋楚瑜凑在一块儿？其实宋省长时代就和在长庚医院任职的张昭雄，因为合作解决原住民除籍问题，互相欣赏，种下两人合作契机。想到说啊，这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再替病患服务的话，那当然是感觉还是有一点难舍了哈，难舍。我蛮过蛮独立的，就过蛮自我的，就他做他的事，我做的事。只是我们俩都知道说相处的时间不多，所以大家都会珍惜。职业30年，张昭雄开过10000多颗心脏，为了宋楚瑜，他脱下热爱的医师白袍，捐出仁爱路上岳父宋的房子当竞选办公室。夫人李芳辉说过，陈万水把宋楚瑜捐给国家，他把张昭雄捐给了宋楚瑜。政治文盲从零开始学习拼选举，奈何天不从人愿，2000年总统大选宋张佩落马，亲民党政治能量日益降低。当宋楚瑜身边的追随者一一散去，唯独张昭雄还站在同个位置不离不弃，最忠实的身影只有头发更斑白。我比较喜欢熊啊，张昭雄之外现在怎么样是林瑞雄，副手换人，此熊非彼熊。宋楚瑜看似开玩笑，却有最深的感谢。几乎不可能的任务，还是有熊情义相挺。党工透露，宋楚瑜跑行程，幕僚送上杯水，他总会提醒，也给校长一杯。张昭雄的人生没有政治羁绊，应该更加自由自在。但凭借追随的初衷，甘愿献出12年光阴，套句宋楚瑜最爱挂嘴边的有情有义，张昭雄也算彻底实践了。